今天又来香港了。这次过来突然发现香港各大公司都没什么货了，跟他们聊了一会儿，说是一直在掉价，都不敢买新货了。之前对称山的货全部在一个星期内亏钱抛掉了，导致现在公司都是空荡荡的。现在的操作模式是谁想要货可以打定金，他帮你标，等货到了香港再喊你过来拿。以前琳琅满目的现货任你看任你挑，但时间内是没有了。好了，接下来重点来了，看我在香港给你们带回来了什么。就是这些 SE 三代，这些都是128G 大内存的，全部都是冲芯99芯电池100的，可以说这些就是全新机。有人会问为什么每次都是拿四个，其实说心里话四个已经多了，都算是在打擦边球了。过关的时候工作人员可说可不说的，如果碰到一个看你不顺眼的，或者碰到一个心情不好的，就该让你返岗了。其实我也不指望带回这几台机器能赚多少钱，赚个来回的开销或者够去一次富士大厦就行了。 SE 三大家可能还不知道，这个机器还是很屌的，对于喜欢小巧手机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福音，单手操作多丝滑呀。虽说手机小，它的性能可不弱，搭载了和13系列同款的 A15 黄身处理器，又是单层主板设计，散热方面非常好。好了，最后再给你们抱着干货，你们如果来香港了，别光就知道富士大厦，其实还有一个建信大厦。有兄弟知道建信大厦的吗？评论区告诉我这两个地方哪家的货比较好。